我爸小宝贝，二比，我爸小宝贝，熊儿不害七三，十八七七七七，几点了？二比，弟弟乖，笑一个。起床了，该挖掘机了，该挖掘机了。 你好，哎，我对二驴绝对是真爱。我出来晒太阳，还带着它一起，而且为了防止猛禽把它给吃掉，我让它站在我手上。但是这货一直咬我，一点都不领情呐、啊！这是，再咬我，我对你不客气了啊，不得了了。 还要不要？还要不要啊？救命啊！知道救命就好了。抵制日货。<笑>还能说话嘞？哎哎，别咬了，别咬了。开挖掘机了。1+1=6。开挖掘机了。嗯，开挖掘机了。好了，开挖。 你小子一天不咬人不舒服是吧？来晒一下肚子，今天太阳真好。你是谁？哎，晒太阳，好好晒一下。哎呦，这么好的待遇你不喜欢吗？自己跑鸟窝去了。哎，把线咬断，来来来，咬。 现在不戴手套真的是不敢跟它互动啊。不过自从我戴了手套，它咬我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一点都不痛。还有就是，以后我再也不戴它晒太阳了。说是晒太阳，从头到尾都在咬我，而且现在也要天黑了，没太阳了。所以说今天晒太阳的活动，准确来说咬人的活动到此结束。好，就这样。